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说一下我们要去吃早餐了，然后顺便让大家看看这边有什么好的美食可以介绍给大家。刚才的那个石家庄是在宝莲园最新的美食中心，环境方面很舒服很宽，然后因为才新开张，所以不是很多档口开始营业。那个咖喱面很好吃，很入味，而且又很香，还有那个沙包老鼠粉也是很好吃。那个清汤银魂面很普通罢了，没有什么特别。Later， 我现在来到我二舅的这一边，然后我们先出来去采这个桑叶果，然后我给你们看看一下它的果是几大粒。我们可以看它每一颗的桑叶果都是满满的，而且重点是它很大粒，而且又很长，看到就爽。Later。你们看这个水瓜，还长过我的手掌。
你们刚才看的那一片菜园是在我二舅家附近的，看到多爽，整片青青的。 2000 years later， 我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彭亨河的真面目。彭亨河是马来西亚唯一最长的河流，两天一夜的 vlog 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Three hours later。这种还很大啊。